一会儿呢，我跟弟弟要出去。今天呢，这期视频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但是呢，我做了一个骰子，这个骰子呢，一共有6个面，我全标记上了箭头。我们呢，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啊，我就来抛一下这个骰子，这个骰子指到了哪一个面，我们就要朝哪个面走。那么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往哪儿加油？我还没拍到呢，往哪边走的？往这边走。好啊。你看，往里面走，你先别剪，我拍完你再剪。好，走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，我们要再来再投一次。好。往哪走啊？还是往刚刚那个尽头走？那就继续走好了，弟弟。这里有卖螃蟹的。肚皮靠你了，喊的肚皮就跟您头一样，往靠了。哦。再投一次吧，哎，这都走到哪里去了？这都，你再扔这么高，我要揍你了。低一点，还往前，往这边。让我们往回走，他让我们往回走，他让我们撞南墙了，这是让我们撞墙。我们是不是在人家小区里面啊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走到人小区里面了呢？继续往这边走。继续往前。怎么跑到人小区里了？不知道啊。莫名其妙跑到人小区里了。哎，这个游戏不能再玩了。我跟弟弟呢，莫名其妙的呀，走到了一个小区里面，走到了一个小区里面，然后呢，在这里。掷骰子，跟这里绕圈圈，绕圈圈，一直绕不出去了。那么这个游戏啊，要不然就先到这里吧。这个游戏真的有毒啊！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有毒啊！这个游戏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。出去了虽然说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就随便了。我们呢，现在，就随便走走吧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想吃这个吗，弟弟？想啊。啊，咱不买，走。想吃这个吗，弟弟？不想。不想啊，那买。这个口红抽奖机里都有什么？有没有比较好的？口红，羊闯过三关啊，可以选，可以得到你选的一个口红，对吗？嗯。